舒服吗？我带你去医院好不好？高烧多少天？就两三天吧。先让我去。不用，您给我开点退烧药就好。我的身体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吃点药就好。我知道你生病了，你偷偷跑出家多久了？你还要瞒着我多久？你把你自己的身体弄成这样，你还想不想活了？我是真的爱你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。我答应你，去洗清楚。照顾他，你知道以后我来照顾他。我今天来讲就是告诉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离开。我不行，因为我来西京会出现在医院的门口，会出现在学校花店的门口，这些都不是巧合，我是冲你来的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，可我爱你，我爱你爱到骨子里。